今天追击更新了，本期我们一起来探探路，如果有帮助记得三连走一波。本期主题防御植物变脆弱， BOSS 西部四角怪增益江伯克星毒药僵尸冰冻僵尸，本周两速刷一生存一传送带，总体来说不难，主题也是可以忽略不计。首先第一关追击速刷保护花坛，不得花费2250阳光，也没什么难度，拿上你擅长的速刷阵容冲就完事了。第二关生存关，达到目标分数保护榴莲，这关有裂缝有墓碑还有漂浮瓷砖，并且有恐龙，开局875阳光可以提前布阵，阳光无上限，开局有豆，建议看广告白嫖一些阳光就可以达到1375阳光，再买一丢丢搞到1500左右，然后榴莲后面是瓷砖是圆弯，其他地方种植蓓蕾，想要消除裂缝的话，我个人不知道怎么布阵，反正我是硬打 iOS 压力不大，基本上都能稳定上传奇，我这里忘记给原始豌豆戴紫色手套了，导致能量豆不够，还浪费我钻石买豆子，建议大家戴上紫色手套。第三关西部速刷保护花坛，不要失去五植物，这关没有了加速 buff 就是个渣子啊，拿上你擅长速刷的植物快速通关即可。第四关黑暗传送带冰冻僵尸30次，传送带植物有冰豌豆、柚子、红榛花、飓风甘蓝，印象中完全一阶好像是五阶，特别是本周巨人还是血量巨厚的近卫巨人，五阶柚子大招都打不死，不过利用魔豆好像可以提前打完，速刷问题不大，就是30次冰冻比较难搞，但是运气好魔豆来几个三重射手也是挺快的，可惜我的魔豆只有一阶。第五关免疫麻痹雷属性伤害减半 50% 闪电减免，山竹差不多可以记了，我第一次尝试挑战失败，等其他大佬的通关攻略吧。最后是西部 BOSS 有矿车，能种植植物的地方比较少，开局有豆难度不大，基本上利用瓷砖联动大招都能拿高分，目前随意打了一遍，白银排名暂时第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点赞关注评论。